在过去的四个月里，先后上映了两部王一博主演电影，不仅立住了口碑，且票房都进入了目前的年度票房前十。对于初出茅庐的电影新人，绝对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，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质量保证的好印象，也彰显了他的号召力。由此自然而然的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，王一博在电影圈站稳了吗？熟悉他的人知道，他一直贯彻的为人处事理念就是轻描淡写的说，浓墨重彩的做。就像他之前在一次微博互动中回复邓亚萍的话，我能吃苦，这句话看上去很朴实，甚至过于朴实，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把它视作一种客套。但对于王一博，他绝对算是娱乐圈的拼命三郎，似乎真的从始至终都在践行着这句我能吃苦。在大众潜意识里，明星确实是一个鲜少付出却能有高回报的职业。在任何一个领域，一个人能够做到头部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，都是有他的道理的。有些人有资本扶持，有些人有家族底蕴。而对于王一博，来自河南普通家庭，从小跳舞被星探挖掘，最后成长为大明星的过程，就显得相对传奇又曲折了。王一博也许就是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那类人，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能让人感受到他对表演的野心，让导演编剧和合作演员都能够非常客观由衷地夸赞他，为一个高难度的舞台重复彩排26次，为了对观众负责，即使连轴转也要抽出时间，每个舞台都尽可能排练新的作品。冰与火的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说过，当天拍这场戏时，王一博脚微了，到现场说没有问题，打了封闭就演。大雨倾盆，理论上应该是贴身裹保鲜膜保护下体温，王一博不裹，他说这样动作做不好，幅度肯定不对。他和陈晓两个人开始那么拍，拍到半夜12点的时候，在山里冻得瑟瑟发抖，拍完一条就喝姜汤，一直拍到天亮。这场戏一共拍了3天，无名的导演陈尔也在采访中透露过，他们曾经连续拍摄42小时。他说王一博有足够的耐心，非常敬业，而且精力旺盛，连续拍达42小时也始终是非常投入的，非常礼貌，非常谦虚的拍摄。他已经完成了叶先生的塑造，实现了他的转型，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。无名中有不少抽烟的戏份，本身不抽烟的王一博为了角色去学抽，因为力求镜头完美，不断重复。在一次重头戏的拍摄中，因为抽烟太多，午饭也没吃，最后王一博蹲到执行导演刘一舟旁边吐了，刘一舟赶紧招呼助理托他回去休息，但是王一博告诉他，他说不上房车，我还可以，他说让我在现场，我再等等。王传君在最近的采访中提到，我们就是在一起相处的挺舒服的。王一博他就非常非常的努力，他不是上海人，为了练习上海话，每天可能就睡2-3个小时，就一直在那背台词。无名中还有一场打戏，足足拍了一周，为了满足电影所要呈现的效果，拍了35次。而那一场打戏几乎透支了王一博和对手演员的体力，每打一次他的手都会破，陈尔导演这样说道。在拍摄过程中，王一博还贡献了诸多临场发挥的戏码，如土圆圈、佛堂泪等片段，让角色的呈现更加生动和真实。陈尔称赞他礼貌、谦虚、沉稳的超出了年纪。长空之王的拍摄的在西北戈壁，条件更加艰苦，人物的真实感更来自片场内外不断的锤炼。100多天的拍摄日子里，饭堂里因陋就简搭建的健身设备是王一博、胡军等主演每天在片场外最常现身的地方。甘肃戈壁滩零下16-17度的天气拍沙漠式伞重头戏，王一博顶着高烧不下火线，在拍摄过程中发生翻车事故后立刻调整状态重新来拍，不论是旋转机还是降落伞拖拽，他都坚持亲力亲为，亲身上阵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再来一条是他在片场重复最多的话，刘晓是导演在采访中提到，在拍摄三自由度旋转测试的段落时，当时是执行导演提醒我说能不能别拍了，我说为什么，他说化妆师说一博身上被安全带勒的全都是血点，我问他你能不能受得了，他说没问题，他觉得强度还不够。
应该把这阀值开得更大，才能把这个极限感演出来。后来我们就在他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，已经勒出来写点子了。我们还是把功率开到了最大，然后又继续拍。他有着异于常人的自律，同组的演员更是感慨说，我们每天都在训练，平时偶尔受不了了会开小灶。但是王一博从来没吃过一口教练安排的减肥餐以外的东西，要知道让一个河南人拒绝碳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。他的赤诚认真与沉稳绵上感动着许多人。在长空之王的路演中，导演刘晓世特别感谢了王一博对他的信任。在长空之王延期杀青后的那个夏天，王一博又立即无缝进组了电影热烈，这样一部以街舞为载体的青春热血喜剧，这需要他在短时间内减重减肌，快速脱离雷雨的硬汉形象，变身成为一个精瘦的逐梦少年。预告中我们看到许多高难度动作他都做得游刃有余，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。就2023年而言，从年初到五月新剧杀青都一直处于每日平均工作11小时的高强度的连续工作状态，中间参加了2部电影的宣传活动，跑了10几个城市。如今未满26岁的他影视歌综全面发展，作为头部艺人，很少还能有年轻人像他这般拼命，这很难不让人感慨，有的钱真不是一般人能赚的。主持人张松发博表示，之前在看过电影《无名》之后，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华语电影定有王一博的一席之地，而现在看完《长空之王》《雷雨》后，他认为将来以来王一博已经站稳了。王一博在《无名》与《长空之王》中的表现绝对是毋庸置疑的，被观众认可的，不论是亦正亦邪的叶先生，还是凛然伟岸的雷雨，都给观众留下来深刻印象。作为一个颜值与演技并存的优秀青年演员，未来也希望他能继续作为电影人王一博，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作品。